哦，安尼你有啉茶，较有精神。多谢，会当继续来参详互动，我们彼此互动哈、哦。我们再回到看这个第一知道了哈、哦。第二是第四条 B，日本及日本属地之人民与财产由美国军事政府做最终的处分与支配，所以今仔日。美国游完是台湾的主要的占领全国，它有处分，它有支配权，所以美国有权利，是因为伊是主要的占领权的国家，所以伊有权来让迄个中华民国暂时到台湾，所以暂时毋是永久呢。所以今仔日一般台湾人甲中华民国，拢是啊，台湾就是咱的土地，就是管中华民国的土地。我在十几年前，我们一个村长，部落的村长说，赶快去登记哦，没有登记的这个土地哈、哦，就很可惜，赶快土地。然后一登记到，只要20年以上，没有人登记的，你就可以登记。然后登记以后，主人这个土地是你的。你只要那个就是不必买啊，像你说啊，没收有管啊，反正给你保留地嘛，就给你使用权，只有使用权。然后现在登记到。所以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啊，没有土地也没土地，还是有啊。所以安尼，奇怪，无合法的、啊，没有公理在啊。所以今仔日中华民国就是用这个观念，我伫台湾遐尼久了，无人讲话，自然台湾是阮的土地，这个是中华民国的说法。但是有合理不？当然不合理啊，没有法嘛，没有依法住禁锢嘛。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中华民国的丑陋。所以我就用这个台风的季节，我们等一下会用台风的本能跟特性，跟中华民国差不了多少。好，我会用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回到处分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所以有一天，所以我们秘书长聪明到这个地步呢，就抓住哦，原来我们台湾人还有权利可以抗争这样的权益，所以他秘书长这样从金门回到台湾的时候，就开始从2002、2003，然后对不起，到2004才真正的看见台湾战争法的更需要性，因为他跟李登辉这样见面的时候，原来我们秘书长在中国办学校，大概10年、11年左右的时间，由学校差不多至少有4、5个学校创办的。而且在88个四川省，所有高中成绩最好的这个88位呢，全部都送到秘书长的办所所办的学校，在那边给他们攻读，免费读书，免费吃住，而且都是佼佼者。所以有一次考上，有几个都是考上北大、清大、交大。哇！结果老共就说："哎，这个是谁？没有听过这个学校，怎么竟然可以考那么好的学校？"一看一查，林志深博士，我们的秘书长。然后他们就开始调查他里面的内幕，一查，原来他跟李登辉有认识。而李登辉的特使谢龙胜，他跟秘书长很熟，所以就一些的。资料了、哦、中国那边的状况了，台湾这边的状况，就彼此
反正会问东问西嘛，这个老公也查到，所以就开始就特别注意我们的秘书长，所以他就开始刁难秘书长。那公安人员，一般的公安人员可以刁难学校呢，也可以刁难董事长呢，我们一般这边的警察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在中国是可以有那个权利，一般的平常的公安人员就可以刁难你。哦，这个不用，这个查账不得账啊，这个不够缴税，你要缴纳。那首先是几千块，几万块的人民币，最后也说十几万，甚至有的100万。结果秘书长就发现说，原来 越不对劲，所以他就以开始，那本来四个公安人员跟他安抚，然后在一个旅馆。等于软禁了，软禁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能给哈。软禁以后，结果他发现说：“哎，不值得啊！我虽然七亿多的台币办这个学校，我一身轻，我这个愿意放弃，我生命才是宝贵啊！”所以他才逃上海处理他的。有时候包计程车呢，有时候没有睡觉呢，有时候就故意到五星级呢，我也是类似像情报员呢，我们的秘书长没有被抓到，真的是。然后一直到厦门，然后刚刚我所讲的偷渡到金门，所以2005年就开始研究。那李登辉就告诉他说：“哎，你不是跟我们的秘书讲说，你不是读那个日本的国际战争法，对啊？所以李登辉说，安尼看卖，你研究迄个战争法，看我们台湾能不能出头剃，能够进入到国际，就开始研究国际战争法、万国公法，还有世界法。那这些的国际法的时候，那。”李登辉就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个美国，让来台湾的家仔，就是何瑞元，刚刚开始帮我们跟秘书长一起做，现在已经叛徒了哈。那之前就是原来他爸爸是白宫的情报组的资料组组长，所以很方便一些过去。”台湾历史的真相都在情报组那边，资料那么多，两大叠跟秘书长那么高的书本继续研究。所以为什么一段时间秘书长每天都写文章，真的有熬。那平常的时候我们在开玩笑说：“哎，美国是妖修跳啊。”那我就跟秘书长：“你要求好。”本来我不知道要求，本来要求就是不好嘛，对不对？哦，真要求哦，哦，那派个，但是要求好，要求跳，赞，这拢是台湾话，那袂歹。所以我们秘书长就开始研究，然后英文原文就慢慢的。原来他们也有把真正的，因为他们50年以后机密档案的资料可以公开，可以去研究，所以研究出来台湾真正的历史事实就全部都跑出来。是秘书长，他也蛮谦卑，我们的秘书长 Kambi 啊，非常谦虚说：“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看见那么多的资料非常宝贵，所以。”3个月几乎他没有出来，他大部分都是吃便当研究这个机密资料，才发现让台湾的历史、台湾的真相，所以真的是真熬。那我们回到就换你们了，秘书长那么辛苦，我们参与台湾民政府等于分担了秘书长的一切的辛苦。我跟秘书长说：“你是在背台湾的十字架，
这个秘书长跟我讲，啊不，不是哦，背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啊，我没有权利啊。但是我说，整个台湾那么好的一个出路，就是因为你发现的，所以你等于在背十字架。那没有关系，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分担秘书长，安尼好不？我们来分担秘书长的困扰，所以隆重的大家工程，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历史的真相事实。我们看看，他既然美国有既然有权力处分，所以他有权力，美国法院判决以后有权力，我们终止了中华民国的次要占领在台湾结束，然后换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那当然我们等待美国的开口，那就是法院的判决，这都是依法来做事。这个就是不像中华民国法官是他们的啊，有判期几年的徒刑，结果换另外一个法官就无罪了。然后你本来有本来无罪的，另外法官对你先偷痒，讨厌了，好给你判五年斩你。这就是中华民国吃来吃去啊，看你的钱大不大而已，看你的那个蒋介石的铜像多不多而已啊。但是台湾民政府有安的无？台湾民政府有安的无？有的话鞭刑哦，甚至变变哦，这是另讲哦。好，所以我们就等待法院判决。这美国，所以有的只要美国出口开口，这个就是我们等待这样的机会。而且美国它不是以感情，它就是依法，就按着你看非常简单嘛，强迫我们本土台湾人盖罪我们的国籍，这是已经违反了法啊。第二个，然后又是集体的，那集体的没有按照你的自愿啊，强也是强迫啊，所以都是违法啊。那违法怎么会他们怎么会占会胜算呢？胜算等于领啊，中华民国只不过是给美国律师钱多多而已了。他们请哈佛大学的律师来跟我们抗辩，所以我们非常的胸有成竹。我们等几个月，然后那时候我们才看见真正的台湾的出头天。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人力，需要你们的智慧，需要你的智慧，智慧也是需要你的人才，需要你的时间，这样好不好？少年人多多参加，用这个 Facebook Facebook、啊、都可以去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知道。他们说诈骗集团，好啊，你去研究，你研究出来真的有诈骗集团，再告诉我。他有都是红虾啊，那红虾就海狼啊，害太多的人啊，红虾，对不对？啊，这弄些红虾，就像我们高沙族有一对年轻人跑到旅馆。我说啊，看到你去旅馆了、哦，你谁讲的红虾呢？结果一看，原来是兄妹去看爸爸在旅馆生病休息的地方去了。结果别人看着说：“哦，你带一个女人去旅馆，像人讲红虾呢？”这个真的是害人家。所以今天。台湾民政府没有红虾，是真真假假假杠啊！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不是 The people on Taiwan，The people on Taiwan 是遐尼侪台湾人，遐尼侪外国人，还是越南籍的新民主的嫁到这边，都是 The people
own 台湾，住在台湾的所有的人叫做台湾人。但是让今天是台湾民政府有合美国合法的台湾民政府所合法的 ID 身份证，那个才是 the people of 台湾。那对有参有申还没有申请吗？有申请哦，安尼袂歹，哦，感谢。这也是我们在进入这个有这样的权利，就是在美国的手上。那第三，我们刚刚所讲的，美国是我们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中华民国是只不过是受委托的，受的委托不是 N 九，不是 N 万。就像你的公司，你是当属会，那当属会有的人是你有财产，嗯，当然是永久，你可以按着你的意愿交给你的后代，那个是你的财产嘛。这个今天这个公司中华民国的当属会，但是基督教不同哦，基督教跟天主教不同哦，所有的当属会都是受到委托。因为现你们知道天主教很多财产的在台湾，但是不是那个当属的财产呢，是受到委托，所以他们有任期制。请求我们基督教会，我们长老教会，基督教长老教会董事会，我们有财团法人董事会，但是这个董事当属不是因自己的财产。你在台湾基督教会财产吗？马街便宜，听到马街便宜吗？新德台北的总院淡水，然后主委那是淡水，然后台东新德至少四间，然后有真理大学，然后有马街护专，然后台南的麻豆麻豆，然后台南的新楼医院，这都是台湾基督教教会的财产。然后还有总基彰化基督教医院，这边有没有从彰化来的？台中，哦，捌听过迄个总基事件无？这个十几年前彰基事件，那个也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一个悲哀。我当重要干部的时候，我主持开会，最后他们想要有些董事想要挪掉这个财产，我就主持说：“这不是你的财产，不是你的财产。当初干那认真，干那有任期，那个有任期不是永久，我们就限定九年，一任三年，连两任，最久只有九年。我们法规已经。”定了向你清清楚楚，我主持差不多一百多次的，为了这些彰基事件，这个是闹很大的。那最后他们想要抓起这个彰基的财产，还有长荣大学的财产，还好我是高刷族，没有包袱。我们前几任的总会议长、总干事，有听过高就明牧师吗？总干事，总干事，他们都知道这样的弊端，但是他们有包袱，不敢判断。我这个高沙族的，没有出草，弊端能够遏制，依法行事，所以我也被控告到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代表长老教会受审问呢。我说：“哎，我就回答说，我们教会法规还有内政部卫生署已经讲得很清楚，当属是干那委托，不是因的财产，很清楚。法官大人他怎么说？丢，你这样，所以最后我们就判决，最后我六个董事免职，六个董事免职哦，我主持的时候。”有一个是我的大世仙呢，我的太太妹婿呢，也是被我免职，到现在还没有跟我讲话呢。
没有话讲啊，这个就是事实，没有感情的了。所以给他去电话，你就是安尼了，收到美国的委托啦，来到台湾啦，你知不？以前你知不？唔知，以前我嘛唔知。家在有台湾民政府，所以今仔日是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暂时管理台湾那边啦。安尼清楚无？清楚无？对，这就是你。安尼家在有恁哦。所以今仔日咱继续看到遐尼好。这48个国家的签署呢，1952年4月28号生效的呢，所以这个都是中国没有签署，因为没有资格签署。那时候四个，蒋介石、毛泽东他们有四个政权在那边争夺中国的代表，当然就无权利，哪里有四个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就代表了，所以没有签署。虽然他不承认，但是48个国家，这是全世界条约呢 ，treaty 呢，不是开罗宣言的宣言呢，宣言是干那注定了，只有意向主张而已啊。所以我们看服贸的问题，你知道服贸？那服贸有听过的话，那你看2010年6月29号 ECFA 法签署的时候，中华民国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中国一起签署，其实政治早就已经签署，他们统一目标早就写清楚，美国早就跟我们秘书长讲了。民进党知道吗？不知道啊。有的中华民国的长官知道吗？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很清楚，所以这边福茂说，因为中国说台湾不是国家，当然跟他条不是条约啊，是给你一个主张，给你协会而已，给你协调而已。所以要不要经过你们台湾人民的同意？不便啊。要不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不便啊。所以为什么中华民国一直到现在阻挡到现在？因为还好他们立委有过半，所以就民进党怎么吼怎么叫不好啊？因为他们早就中华民国跟中国已经早就谈服贸货贸都在内底了，有没有？现在在立法院不是卡在那边，有没有通过？没有逐条审核啊，那国民党给他们会审核吗？不会了，但是已经进来了。头一个中国的大学生来到台湾读册，有钱吗？每个月多少？这么好，让台湾人大学生，对啊，也是要贷款啊。特别高山族大学生也是讲，虽然有奖学金，但无够啊。那他们中国人就有那个服贸货贸就抵赖的，早就已经进来。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中资在台湾，多的是啊。有没有听过游览车？有中资，他们自己的公司，有不？对啊，所以不必在立法院给你通过不通过。都是安尼啊。安尼后摆有无？后摆有无？但是爱恁爱参股啊，你们要参加才可以没有啊？安尼好不？这个条件哦，这个条件的跟你们参加也是你们的福，大家的福利。好，第四，
21条规定中国战后应有的好处，这个全部都已经赔偿给中国。那但是台湾澎湖不能包括在内，因为台湾北欧是日本的，很清楚。第二个26条，日本可以单独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但主张不得超过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秘书长讲了，给我们讲了一个秘密，日本可以单独，这个其他呢就是爱蛋烂的台湾民政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台湾独立，是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是属于已经成为天皇的所有权，是美国总统掌握这样的权利。那这样的权利呢，以后让你将来是主地啊，自治政府。那个主地的意思就是顶边有台湾美军的政府，是的，美国的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这是台湾自治。那有的说啊，自治政府，他们以为说美国政府不需要我们自己台湾，这个就是今天台湾一般的台湾人的迷糊迷惘了。所以说啊，你动算好不好啊？来啊，动算好不好？阿弟就是安尼啊，无菜啊。我们几个牧师也参加阿弟在那边第二任选举，我们在那边跟他唱歌，然后跳舞哦，跟说作为牧师哦。啊，你动算算阿弟，啊，你好不好？好啊！啊，你念经，啊，你好不好？好啊！哇！结果呢？因为阿弟讲，你们选我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国号要改，台湾共和国。这个是阿弟讲的。第二，你们选我。我第二任的时候一定要完成制宪，我们不要中华民国宪法，我们制宪。但是连任动算了后，哦，我讲那么多的台语，干那一句卡标准了，我讲试试看。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有标准无？我是台湾人呢，我的话语，一个人不给他要了啊，一个人不得要了嘛，有同款无？无同啊，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是安怎？因为阿扁总统、流亡政府的总统就任的时候，他怎么说？宣誓。我要对除了那个宣誓说，我要效忠中华民国宪法。哎，奇怪，中华民国宪法有台湾不？有台湾不？当然无啊，土地嘛无啊，但是他嘛是爱举手啊，没有举手，没有宣誓，就不能领那么多的薪水了。第二，我要实现中华民国的宪法，保护中华民国国民。有讲台湾人民不？无啊，是中华民国国民。违背誓约者，第几条在等他？104条底下但阿扁啊，违背你以上宣誓誓约者，104条来的是什么？西楼一条啦，哈哈哈哈，西楼一条啊，判刑啊。所以阿扁，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无袂安怎？你看有没有声音像阿扁？有的人说我还没有生病的时候，我的脸有点像阿扁，说啊，阿扁牧师来了。嗯，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困境嘛。会当改不？会当改不？对
肉就是爱炖烂了、炖硬了。所以我们以后就会给我们的目标就是日本邦联联邦了，这个就是我们邦联联邦，日本就可以跟我们签订条约，日本邦联联邦，所以以后的贸易税就免级啊。我们跟美国贸易也是免级，因为我们是被他占领的。安尼好无？遐尼轻轻松松哇！结果有亲戚朋友说：“哦，诈骗集团。”所以我们都要清楚这些法理的根据，你才可以跟其他亲朋好友。好，现在下一周不，这个参谋总长他不是有中国说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哎，你们知道中国有两个将军村吗？咱台湾哦，将军哦，以前做中华民国的将军，然后他们退休了后到中国做两个村，两个村将军村哦。因每月也是照教领18%，然后又领这样的薪水，比原来的薪水有的还要高，有没有？有的公务人员本来是7-8万，但是假如他是五六百万的时候，那18%岂不是比他在公职人员、军公教人员他的工作上班的薪水还要再高？底下又困，然后听说什么奶啊，哦，按奶包奶哦，这个是在，这个就是欺负咱台湾人了。所以后摆咱台湾民政府的是有无？无。家在有令，家在有咱台湾民政府，所以这个都是改变台湾的历史。好，这些都是因为这些都碰到共谍了，他还是照领薪水，所以今天咱必须定，就是我们执政了没有，执政准备好了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加把劲？我们之前不敢，当然是的确以前四年前三年前比较前辈的弟兄姐妹参加比较多，那因为我们要让大家都认识说让台湾的真相，申请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然后参与训练，然后我们鼓励说少年人越来越多，所以今天今仔日一半以上都年轻人不少，这个是很大的大家的福利。那很清楚，在美国的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对台湾国际的地位讲得很清楚，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目前1960年只是美国认同，就是委托流亡中华民国在台北的，现在在台湾占领有统治的一个权利而已。这表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是蒋西管理的。所以在2007年8月30号，美国国务院就公开说，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也不是国家。所以美国国务院回复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为在1960年左右的时候，在争论台湾的国际地位，
啊，他们中共呢，他们也代表用自己的人力向美国抗议，来争取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结果联合国说：“那你有什么证据啊？”无证据，到今仔日。2009年12月15号，习近平还没有当总书记的时候，他等于担任副总的副座的时候，他签因着美国，然后牵引他见天日本天皇，然后习近平就跑到日本天皇说：“今天是中国有钱了，现在中国有钱了，我们要来买台湾。”冷清空高尼在李贵时，习近平就跑到日本天皇说：“我今嘛有钱，我们可以买台湾。”日本天皇安尼讲，怎么说呢？我们从来不会卖东西给任何人，所以他就回来。所以习近平嘛知影，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知影。嘛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这个都一清二楚。结果今天这个一般台湾人，无啊，最怕中国。你看1000多个飞弹对着台湾，然后他说要攻台湾，哇，都怕得要命。唔免惊，我们有老大美国和日本在给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必须定共，这是天意。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很困难的，也没有办法。嘎仔，只要有什么动静，美国的空照卫星在那边空照，很简单。秘书长讲过，有12个，只要美国日本不是，对不起，中国进攻到台湾的时候。只要在卫星至少12座左右，把它关掉，美国关掉卫星空照的时候，那他们的飞弹呢变成鞭炮，还没到那边的话，因为没有路线了嘛，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样。我阿兵哥的时候，我担任飞弹基地在林口这边。我是飞弹追踪雷达的操作手，所以我们很清楚，你只要超过3秒没有去抓住这个飞弹的时候，就爆炸了。那是也是要掌控啊，你没有掌控就没有办法。所以一旦美国关掉，当然就中国就没有办法掌控了。赶快那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样，所以不用怕。所以秘书长，这个就是天意。好，我刚所讲的12月15号24分，原来24分钟的时间就马上他就没有话讲，他就习近平就回家了。好，我们看1940年，在刚刚所讲这个都是强迫的哈。好，这是我们秘书长夫人到美国控告美国的时候要开国际记者会，讲得一清二楚。你看，在这个是在我们秘书长针对美国的控告，你看有暗号嘛，有法院的案件的号码，这不是假的呢。所以那些不了解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事，你可以查这个案号，你只要查美国法院的，在华盛顿区的法院的这个案号，啪就马上出来我们里面的内容。有简单不？有清楚不？很清楚啊。所以那些喜欢讲诈骗的，没有读书嘛，爱继续研究读册。好，那今天我们已经
秘书长说等到8月28号，等到答辩的时间。哦，这也就是在我们7月18号的公告里面非常清楚，因为美国很清楚说，只要跟美国单位对口单位，一定要有发言人，那发言人必须担任过顾问，说等于说宣达团或是说服团队的顾问团队，必须要担过这样的重要的职务，因为他们美国的任何的公部门一定要有说服团，或是去专门去做一些的游说团体，那他们有这样的表示说的的确确是他们真的是在读书啊，所以派任何人就非常相信，因为他真的有实际而且有证明。那我们就邀请了这个 Lisa， 那 Lisa 她你看20年的经验，资深游说工作者，好，这些都在我们的代表律师 Cam 也是很清楚，都有暗号。这一年9月，我们的 Cam 还有几个来专题演讲来到我们台湾民政府。这个 Cam 是8年没有跟我们秘书长见面。我自己发现说这个很奇特呢，你委托一个律师，你要等到8年不见面吗？只要你有案件，你有大的事件，你要委托一个律师，你最起码一定是一个礼拜或是几个月，2礼拜是2-3拜来见面，对不对？一定要常常见面啊，才知道你的一些内容发展到什么地步啊。但是让台湾民政府必须定跟 Cam 委托的律师8年，他才到台湾，今年9月第一次见面，有厉害不？这也是很奇特，也是台湾历史的头一招。有没有说8年没有见面你委托的律师？没，不可能啊。虽然是因为环境的不同，但是美国的律师就是你委托他了，完全都是律师负责，不像中华民国律师已经给他钱了，那在受审问的时候还要问我们当事人是不是这样，已经给所有的钱已经给律师了，律师还要再问当事人说，这个表示有的律师没有读书嘛？啊，当然我讲这样太严重了，很多律师会告我了，但是我没有讲是谁律师啊。就像我们狗刷咒啊，有的时候去看病的时候，哪里带的卡？哪里痛啊？骨里一带，哪里一带的时候哪里痛啊？一带很痛啊。什么地方病呢？结果我们这个老阿妈说很痛啊，结果这医师也没有办法。那个阿妈说什么？回来的说奇怪，医生我们已经给他钱了，医生还要问我们的病什么病？那这样我们就变成医生了吗？哎，我这样听，那是有道理。我不晓得，不过你们在做医生很抱歉哈，我不过这个也是很奇特。好，这个是上一次苏迪勒的台风，已经 这一两天台风，我们看台风的这个，因为我时间差不多，台风的特性就是这些，也是中华民国的特质。中华民国什么特质？喜欢破坏、扭曲台湾历史，红台就是这样啊。
但是无道理啊，那没有道理，没有话讲，因为那是天灾嘛。但是中华民国只要那样破坏，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财产里里八，那么可怜就丧失了那么多精英分子，白色恐怖才宰善莫修，不是莫莫修啊，然后让台湾人恐惧，不敢插电政敌，不敢参政，因为都怕嘛。然后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有安全不？现在拢无安全啊，所以有土石流戴奥心，这个土石流还要怪我们高沙族，我说你们在山上砍盗伐森林，盗伐森林那么大的一块松柏萧楠，那么大差不多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历史，那个大块树木，结果土石流一来的时候全部在漂流木，咦，奇怪，这个漂流木怎么会一样像军人一样漂漂漂漂，很整齐，一看漂流木一截起来跟它其他的漂流木一样长短，奇怪了，土石流应该是漂流木应该是乱七八糟嘛，对不对？应该是有的等啊，有的是枝，奇奇怪怪。竟然那个内湖的什么慈济那边漂流木从台东飞到漂流到这个内湖，啊，奇怪了！你看这个都是，那但是这个都是中华民国的特质嘛？有没有依法行事啊？路线常常改变，法官都是他们，法院都是他们开的。哎，以后我们台湾民政府就按照欧美、按照美国、按照日本的，有什么陪审团呢？没有一个法官可以主定，主要法官是只有主持陪审团所决定的做宣布就而已，干单哪点啊？只有这样，所以一定会改变。那改变一定会有福气嘛？对不对？对，也是要恁参与啦，安尼好无？好。这些帮我放最后一行，因为我只剩下30秒。反正我们有台湾新台湾论的一本书，你们多看，然后希望你们多跟你们的朋友把你们所听的这几天呢都好好融化起来。那希望圣经讲过说慈爱诚实在我们台湾能够看见，那我们执政的时候用和平相亲，而且公益实现，这个整个都是我们今天为了我们参与台湾民政府，我们真的是看见台湾人的福气。安尼好不？好，多谢，上帝帮助恁。